哎，德江，我们刘老根剧中啊，就有一位非常优秀的二人转演员，你猜猜是谁呀？对，当然赵本山咱就别提了，就是这个优秀的，我看好像都比较优秀。您说的是男演员还是女演员呢？女演员啊。哎呦，女演员，我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了。想起来了，基本上也算我梦中情人。啊？当然不是你啊。就是我一说，大伙儿都能猜。是，哎，山杏，哎呦喂，山杏呢不但长得漂亮，而且是多才多艺，是的，唱功也好，表演的也非常到位。对啊，今天他是不是也来了？来了，就是来了。我们山杏是国家一级演员，拿过文化部的大奖啊。听说这个现在除了刘老根以外，很多影视公司找他就拍片儿，片约不断，演出不断，非常忙。那他今天为大家演什么节目？带来他最精彩的什么？绝活。绝活。想看吗？绝活是什么？因为我经常在电视剧里看的，不知道绝活是什么。是什么？今天咱们在这儿得大饱眼福，看看山杏为咱们带来的是什么节目。好，朋友们，掌声有请山杏的扮演者严学静为大家表演节目。有请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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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的感谢。我终于发现了这个德江大哥比二柱子长得漂亮多了哈。非常的感谢大家，感谢各位领导和朋友们来到我们这个剧场。那我也借此机会代表所有的演职员，衷心的感谢您的光临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给大家首先演唱一首刘老根的曲，作者杨百森老师根据二人转四平大鼓调改写的一首大鼓歌，叫《关东情》，唱的是关东三宝还有关东三怪的事儿，希望您能够喜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
非常的感谢大家。那作为一名二人转演员的我，能够有机会走进全国著名表演艺术家赵本山老师身边，也同时走进他的电视剧，真的是值得我自己非常珍惜和高兴的事儿。那我知道山杏这个人物很小，戏也不是很多，但是能够得到父老乡亲的厚爱，真的是得到了大家给予的更多的包容和原谅，在此要深深地鞠上一躬，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了，谢谢。谢谢。那因为我是吉林省吉林市戏曲剧团的演员，那今年也新创作了一首歌曲，是赞美我们吉林市的。那衷心的希望所有的朋友们能够有机会到我们吉林市去，夏天可以游松花湖，冬天可以看雾凇雪景。那就把这首歌《请到吉林来》献给所有的朋友，热诚的欢迎您的到来，谢谢大家了，谢谢，谢谢。鲜花为你开，真山真水真神秘，万千气象扑面来，长白山上你看风景，茫茫青山里大家，实际上二人转才是我的本行，那给大家清唱几句二人转行吗？谢谢。二人转现在都变成单出头了，二柱子也不争气，除了耍钱，再不就把人自行车给放气儿，然后又跟那个大胖又差不点让结过婚的人给拿下，反正现在就剩我自己了。哎呀，那就给大家清唱几句这个回杯记当中王兰英的一段唱行吗？谢谢。楼上的朋友为啥不鼓掌呢？累了咋的？谢谢，给大家唱的这段啊。我们做小楼，眼望京城啊，思想起二哥。人没回来，信儿也没通。
非说二哥你呀身早不幸下世早啊，你也该托梦对我告诉这嗓子都哑了。实际上不瞒大家说，从早上开始7点钟就打吊瓶，已经感冒5天了，打了4个吊瓶，应该是8个那个点滴瓶，但是今天能坚持来挺不容易，有掌声还能唱一个。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实际上每一位演员站在台上真的是不管是自己的条件怎么样，有病了也好，嗓子哑了也好，但是只要站在台上，就是有一个人花钱买票坐在那儿，你也要对得起他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儿我也代表所有的演员们，大家都看到我们在台上哄你们乐，逗你们高兴，想让你们满意而归，但是你们不知道我们已经付出那么多辛苦，希望大家再给予热烈的掌声，谢谢。对不对？那就当五一节劳动节这个刚过，咱们就当锻炼身体了呗。给大家唱上一首歌，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，献给所有的好朋友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一起给我鼓鼓掌好不好？人围着二人转，小曲小帽唱唱唱呀唱得美，就像是把调儿溜的欢，红柳子唱的是动听委婉，大北调唱的你是珠泪连连，靠山调文武海唱的是西南，小翻车一唱哟海湖海，那可是贼拉拉的欢。年节唱起了二人转，喜悦祥和多美满，王石唱起了二人转，斗趣儿解乏贼舒坦，三福唱起了二人转，汗流浃背也不觉热，数九唱起了二人转，心中升起火一团。谢谢，挺累。小苗儿长得欢，月牙五更唱的是多高山，秧歌柳子唱出了丰收年，小坎心小百年唱的声颤忙，东北风刮出又海火海，一步一重天，唱起二人转，就像喝了甘泉水，饿了唱起二人转，
不吃不喝也顶几天。愁时唱起了二人转，拨开云雾露笑脸，乐时唱起二人转，笑入梦中也撒欢。宁舍一顿饭，不舍二人转，宁舍一顿饭，不舍二人转，宁舍一顿饭，不舍二人转，宁舍一顿饭，不舍二人转。哎嗨哎嗨哎嗨哟吼，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再来一个，没听够。再来一个吧。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掌声还不热烈是吧？楼上的朋友辛苦一下。哦 ，OK OK。今天到哈尔滨来，谢谢，一定再来一个，因为没听够，确实是多才多艺。这个一个演员的成功呢，不是偶然的，确实是经过多年的积累。哎，赶上机遇，把要火了。对对对，还来一起来一个是有功力的，就是啊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替我们大家点一个行吗？我知道德江大哥多才多艺，咱俩一起唱一个夫妻双双把家还呗。哎呦喂，好啊，不是没事的，是不是？我站你旁边，我怕影响你。那我这样，我站行不行？啊，掌声，快的。哎，薛晶啊，我暂时回避一下了，你们夫妻二人好好唱，仨人也行，好好唱，好好唱，仨人也没事。我站旁边，我这形象怕影响你，还是让魏三站那儿吧。除了那个，除了高低不平以外，哪儿都挺好。我唱歌，但是我没跟过音乐，我就容易跑调。是吗？啊，有音乐吗？来，有吗？行啊，是吧？别起高了啊，这玩意儿不好整。反正我打吊瓶来的，我这嗓子也哑了。是吧？那正好。看我们两个还般配吗？还行吧。还行。我比二柱子还精神点是吧？我就眼睛小一点。我就不太喜欢眼睛长得大的男人。是啊，哎，正好，太好了。真的。来。明天什么时候回北京啊？明天你走了以后我再回去。啊，那你今天不说了。不说了。不说了，这心有灵犀一点通，我知道。来，有请乐队老师。来。影响你，我就没有没有跟不上趟，你干脆还是自个儿唱一个得了，自个儿唱一个吧。还唱一个，我嗓子都哑了。哑了，哑了，你唱。有掌声就唱。再唱一小点，我别影响你，别让我掺和，我实在是不行。那你先下去一会儿。那你先唱一会儿。谢谢。实际上我真的是嗓子哑了，真的。但是我知道这个唱好唱坏是水平问题，卖不卖力气是态度问题，对不对？给大家唱上这首《圆梦》，谢谢谢谢。衷心地献给所有的朋友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圆上自己心中美好的梦，谢谢。Thank you.
上了一辈子的情，历尽艰辛不回头，老牛拉好几日不松，妻子面带发，改不了心中的爱，条条皱纹记下了苦辣酸甜的风雨心。双的人应深情，人生就是一场拼争，每天都在攀登，爬上这座山，越过那道岭，眼前又是一座峰。正月里来是个新年啊，村里
是看秧歌啊，其实是会情郎，王爷们王爱沙瓤，哎呀，打扮起来多么苗条，欢天喜地往人群里撩，大秧歌扭的真热闹啊，耍龙灯跑旱船，扭秧歌那个踩高跷，龙灯盘玉柱，船向水上飘，好听的一段，唱段小帽，把一段小拜年呢就献给我们在场的各位热情的朋友们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多谢大家，多谢。谢谢唱一段二人转的小帽，张生游四，有请。
谢。大家再唱段二人转的小帽，大家看我们俩唱的好呢，就大家热情一点，伸出你们的温暖友谊的双手给我俩鼓鼓掌，然后说大家不看我都看人，都看都来看你来了，其实我是跟你搭档吧，没事，看我看累了拿你解解乏呗。你也会说了是吧，我们俩也少说多唱，把一段比较好听的二人转的小帽，也是东北民歌双回门献给大家，谢谢大家。
小猴我心中想啊，拿点啥东西啊，朝子高三八件，你要么买上一件啊，转回身来呀，打开箱子盒儿啊，取出来那个新上衣儿，扣子本是那个马料底儿啊，又没沾灰儿，又没挂底儿，老婆会上我穿过一会儿，还是娶我那个新买底儿啊。在场的各位热情的叔叔大爷们、哥哥姐姐们，包括海城市的各位父老乡亲们，多热情啊！真的，再来一个呗！真的，你咱再不来一个，都真的都不够意思。真的，就这么天，就听我在这叭叭叭叭说，你应该这观众们都这么热情，你都应该祝福大家几句啊！真的，你因为你是名人呢，知道不？你应该祝福大家几句，就听我在这么天叭叭叭叭说了，真的说两句啊！咋这样呢？你都把我累成啥样了？真的。说两句就说两句，那非常高兴来到海城，因为二哥还有张小飞，我们关系都特别好，因为很多年的交情了。那这次能来到这儿呢，实际上作为每一位演员来讲，应该是非常高兴和值得骄傲的事儿。那既然来了，就少说多唱。实际上我童哥会的可多了，真的，什么小白杨啊，说句心里话，就反正是阎维文会的歌他都会，有的时候乍一听比阎维文唱的还好呢，真的。反正有掌声他就唱，没掌声就唱不了。还有一点。观众掌声要上来的话，让我童哥来一个猪八戒背媳妇儿，真的。如果观众掌声还不断的话，我就从这个地上完了让他把我背起来。如果观众掌声还不断的话，完然后就让他把我背台下走三圈再上来。如果观众掌声还不断的话，今天晚上在海城我就不下来了。其实你们不用鼓掌，其实说句心里话，我也挺愿意背、啊、真的，尤其像我俩是不是人家演出的二人转都是一对一对，什么小飞啊、美玲都是一对一对、啊、知道吗？尤其像我俩这不是一家的，一背上浑身都突突的，真的。既然大家这么高兴，我就给大家背一下啊！大家一看我这背起来的时候，大家掌声热烈。等会儿我实在不行，我再给大家唱点通俗歌、嗯、民族的歌、美声的歌，我全会、哦、你先唱两句。我先不唱，先背、哦、行、哎、背媳妇儿。这么漂亮的人谁不愿意背呀、啊？真的，来我也过过瘾。我说背了啊，开始背起来。
百多斤吧。我问相公你的家住哪儿啊？高老庄上有门庭。你父你母是哪个？相公你叫什么名？我父是有名的朱老员外，我母名叫朱美容，一母锁身可把着，我是小老大大呀，名叫朱能，我的大嫂啊，叫西汉公啊，大嫂啊，叫西汉公啊，大嫂啊，叫相公啊，大嫂啊，相公啊，大嫂啊，相公相公相公啊，大嫂大嫂大嫂啊，我家有好地，三百赏是金子银子用成衫，大嫂与我成婚配，保全你有吃有喝有穿有戴，招天每日每时每刻把你疼，我的大嫂啊。孙大圣一听又气又恼，是呆子真能瞎胡蒙，立刻使了个千斤坠儿，压得我跪倒在地，我眼睛冒金星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多谢。